在风雨里，风雨总有回忆，回忆里有甜蜜。为了什么你忘记？风儿吹来，阵阵惆怅，雨水淋湿我的心绪，洗不去我的忧郁。回茫茫无尽的天地里，风雨为我哭泣。风雨为我哭泣，那拄着命运吼，在赶糟蹋的时阵呢，无一定家己会点点啊流目屎啦吼。尤其是查甫人呢，要靠拢靠伊就无人知吼。男子有泪不轻弹，只是味道伤心处啦。只要是人呢，心肝吼是肉做的啦吼，啊，七情六欲啦吼，悲欢离合啊，人生吼，迄个关关格格啊吼，有当时啊吼，欢喜有当时啊痛苦，迄种是难免啦吼。当家己呢，心肝吼啊插一支刀，诶，迄个时阵啦吼，话是或者忍嘛，哦啊忍到一个程度啊，没事嘛是家己吼，关伫个房间啊内，无人看到啊，咪就会看看的啊吼，啊嚎咧到地，哭咧到地，拄啊袂输啊牛咧骂呢，牛咧嚎啊呢，吼，查甫人啊嚎起来吼，比查某咧哭更加凄惨。所以风雨为我哭泣呢，那是对命运吼的一种喊话啦。啊，那困未起呢，吼，嘛是有那会哭呢，迄个困未起嘛足艰苦吼。尤其是呢，那迄时大人吼，有失地震，记忆起又无去了。你讲一种老人痴呆症吼？我的这种名词吼，其实迄是一个吼正正的名，但是讲真，我讲感觉讲吼，对人诶有安的人吼，有安的不是有安哦，有安的人吼，敢那一种吼，较无尊重的讲法啦，总是吼较无记忆，安尼就听有啊啦吼。你若有顾着这个中奖呢，应该你拢有一个感觉，迄记忆无好的人呢，到没事啊。伊会愈严重。你要困啊咧，已经许舞一工舞到你足忝啊，无困站袂了啊，啊叫做没事咧。迄吼失地症的朋友啊，是大啊，吼伊颠倒咧困袂去，颠倒吼嘛毋知伊家己咧创啥物，抗这啊抗遐吼，啊揢这揢彼安尼吼。所以有当时啊呢，
那厝内底面啊，有即个距离较无好的时段，你着会记诶呢。一寡危险的器具爱收好。